请您欣赏相声《金兰谱》，表演者郭德纲、于谦。今天是泼水节，这儿过了，怎么你们这扇子都破了？挺好，这还一把整的呢，真不错。嗯，这俩孩子是我徒弟，哎，原来是国家游泳队，这儿练的扎猛子啊。你瞧那个没基础啊，干这个来了，说相声了。哎，像他们这演出呢，这叫掖场，哎，中间插缝，行话这叫掖场。对。包括之前还有大胖子夜场那个啊，好，我最喜欢他。哦，好奇他大胖子黄永波，对，多可乐呀。嗯，打小就聪明，是他跟徐德亮同班同学的。哦，他们同学小时候他要说相声来，哦，老师不收，不让来，太胖怕他智力受影响。他爸爸带着来了。哦，老师求求您，我们这孩子要说相声，说情来了。老师，我考他吧。嗯，一加一得几？我外婆想想，六。这还想呢？他爸爸急了，老师对不起啊，认生，您得给您机会。嗯，一加一得几？四。儿不对，老师对不起啊，您得给您机会。哦，一加一得几？十五。高了猜呀、啊，爸爸汗都下来了。嗯，老师再给您机会吧。嗯，一加一得几？二。啊，这对。他爸爸急了，您、嗯、再给个机会吧。好嘛！好，给您机会吧。说相声啊。脑子得好，对，而且来说人情世故都得知道。哦，懂得多。哎，心要好。嗯，心术不正容易让人看出来。是吗？教您一诀窍。哦，这个演员台上什么样台下就什么样。我是一样的人，台上一站，他把他内心世界全表现出来了。哦，你去琢磨去吧，百试百灵。对，平常是个反应。您可能没接触过相声演员台下，嗯，看他台上什么样，他台下就什么样。哦，是不是啊？是这样的。所以说，希望相声演员多厚道一点，对，省得露了馅儿。拿我们观众来说吧，啊，咱们之间这个交往也很主要，是吗？我们跟您啊，不分高下。哦，台底下做什么工作都有。嗯，保定大企业家，老板，再都有政府官员。嗯。也为不哪位非洲哪个酋长的娘娘上这儿来了，这哪有准啊？哦，没准，这没有准啊。嗯，但是不管您什么身份，进着门来往这儿一坐，咱们就是朋友。哎，谁也不高谁，谁也不低谁，都平等。人活在世，没有亲戚可以，没有朋友是不行的。哎，那倒是，这是最主要的。嗯，我们哥俩来说，啊，好朋友，对，台上好伙伴，台下好弟兄，哎，有交情，超过了普通朋友。是，他对我，嗯，百分之百，那好啊，要不然能合作这么些年吗？对，我有个头疼脑热，他比谁都着急。可不，他病了，我不能不着急吗？我看病去，嗯，打针吃药，跟他们楼上楼下跑，那得忙活呢，就忙他，不容易。古话说得好啊，百日床前无孝子。我儿子又当如何？别比了啊！我就是那孝子，是怎么着？不是，你有病我也得管呢、啊。您一样着急呀、啊？不是说别的，两人就跟一人似的，这都互相的。于谦病了，我急得跟什么似的啊？北京、上海、广州找大夫。哦，求医，甭管多少钱，嗯、啊，能治吗？有救吗？花多少钱？我掏。您给，着急急死我了。是，大夫得一摇脑袋，这我没把握。我眼泪就下来了。你看，我得救他呀。啊，一出门，哎。电线杆子上贴一小广告，有救了。好嘛，我这个心算是搁在肚子里了。行，死不了，一针灵了，是吧？别提这一针灵了，是我这病都跟电线杆子上贴着呢。你看，天
法治大病嘛。这行了，你要丢了驴了，你也得吃泻药。那就不赖的，这个是不是？跟我那病没关系。说这意思，交朋友，宁学桃园三结义，不学瓦当一炉香。这怎么讲啊？桃园结义，刘备、张飞、沙僧，仨人一块。哪儿？你先等会儿，不行不行，行了行了行了，行了这红罗你等会儿，别说了。哪儿啊？怎么了？这桃园三结义串三本书啊？这把仨人吧，谁来着？刘关张沙僧，沙僧跟谁？哪有沙僧啊？刘备、张飞、关羽，这仨人。刘关张嘛，是吧？一个头磕地下了，一个娘生的一样，还能跟亲兄弟似的。宁学桃园三结义啊，不学瓦岗一炉香。瓦岗《隋唐演义》有这个哦。瓦岗寨四十六友，光叽叽头磕地，跟孙哥们一样。嗯，到后来这一下子，一个人起疑歹心哦，瓦岗寨这点交情全散了，就瓦解了。别瞧这了。啊，是不是？现如今也有的好朋友，哦，但是您注意啊，酒肉朋友不可取。您说吃吃喝喝，哎，走吃饭去，走走，他头一个，哪吃？头一个，摊点什么事跑了，哦，又没他了，这可不叫朋友。哦，啊，还有那拜把子兄弟，那干哥们儿，干哥们儿后台徐德亮，亮子，今儿跟我说了，呵，我跟您说，师哥啊，我跟王月波拜了把兄弟。哦，他们哥俩拜了王月破是我的大哥。好啊，我说你干嘛非拜他呀？是啊，你知道我嫂子多尊呢啊？什么心眼啊？这是，是不是？哦，瞧上嫂子了。那由此可见，月破也是很厚道的人，知道吗？这还大方，交情。这种结拜，这叫金兰之好。哎，拜金，拜金兰。干哥们儿，嗯，现在是不得，但也有。哦，可能有的年轻的朋友不理解，是怎么回事？举个例子啊，嗯，王拿老人来说吧。哦，您的父亲，我的叔。哦，我父亲，老爷子，比如找我来了啊。嗯，德刚啊，嗯，有一个问题困扰我一生呢。哟，我闹不清楚啊。什么问题？你能给我解释一下这个学术性的问题吗？啊啊！哟，那老爷子，您别您，我知道了。我说您说什么事儿了？哎，什么事儿？我搞了一辈子科学研究，但有一个难关呢，我攻克不了。您说一下。你看这怎么回事啊？啊，远瞧灯笼大，近瞧大灯笼，走进留神看灯笼进窟窿。嗯，我这一辈子我没闹清楚，破灯笼啊？不对，可不是就是破灯笼吗？这个，你爸爸听，哦，那么回事啊？才明白，痛快了啊！一辈子的困惑解开了，是无以为报，咱俩拜把兄弟啊！拉皮儿了，这就。我说比你大，你是我兄弟。不是，这行了，什么呀？嗯，说我爸爸一辈子没听过相声是吗？他哪听过这个去是吧？这就拉皮了，这不像话。一块儿哪知道这个是吗？这就是金兰之好啊！过去来说啊，交情好的有几位？都谁？杨左之交，杨左、杨居埃、左伯桃。哦，有这么两位，哥俩一块出去求官去。哦，半路途中天降大雪，俩人的衣服很单薄，带的吃的也少。哦，连吃的带衣服给一个人吃，这人也暖和了，也饿不死了。哦，这俩人都分着一块儿来死。哟，你说这玩意儿啊，左伯桃把衣服脱下来，嗯，把吃的都拿出来，兄弟，你来这个给杨居埃，你拿走，你穿上暖和和的啊，以后想着把我埋。哦，这个交情太好，自己动恶而死。哦，如果说咱俩人搁这个情景，你能为了我动恶而死吗？我行啊，死去，死去。杨觉哀也不错呀，杨觉哀做了官之后厚葬左伯桃啊。哦，后来左伯桃托一梦，说你把我埋的地儿啊跟荆轲挨着，荆轲刺秦王的勇士。哟，他晚上就早就我打不过了啊。杨居安一听，拔剑自刎。这干嘛？死尸也埋在这儿，叫二鬼战荆轲，一块儿打人家，多不容易啊！好啊，咱俩要搁在这儿，你能像杨居安似的自刎为我而死吗？没问题，死去。痛快了吧？您先等会儿，这都是好朋友了。等会儿吧，等会儿吧，郭先生啊，咱是好朋友，我问问您，嗯，如果咱俩是这样，您能不能像左伯桃似的把这东西都给我，然后您自刎，咱俩二鬼战荆轲，咱来一个，您行不行？打荆轲呀？啊，荆轲太愣了，他连秦王都敢刺啊，何况俩说相声的呢？这时候怎么全想起来了？是不是啊？
顺办。怎么个顺办？你迁坟呢？我跑啊，对不对？哪儿都是办法，海葬。给你捞出来啊，弄好了磨成粉，来电扇一吹，也是个法儿。这什么法儿啊？这是好朋友吗？就这么朋友啊？比喻，这里没咱事，别瞎掺和啊。那咱俩甭跟人掺和。还有这抚琴、听琴、俞伯牙摔琴啊。俞伯牙是晋国的大夫官，对，那年头都是天下访琴哦。走到这儿，坐在那儿一弹琴，啊，把这瑶琴拿出来，珍贵无比啊。是，坐在船上，琴可好了，当当当滴当当当当当当当。宋王天子哪儿去？行了，讲讲讲吧。呀，什么呀？您说那这么弹的那个，什么这样？没有，这什么呀？哎，这不许歪着点头吗？摇琴啊，摇琴，等弹着呢，弹着呢。钟子期打那锅一听，呵，弹得好啊！啊，滴、嗯。啊哦，也叫好，你叫好啊！伯牙把他叫出来，俩人一盘道，哦，这怎么回事？呵，钟子期一说，怎么回事？怎么回事？一说，哦，俩人八拜结交，哦，到后来子期死了，俞伯牙很难过，嗯，子期不在我对谁弹呢？哟，拿过摇琴，啪就摔碎了，呵，捧着碎摇琴来到保险公司，你看这个，弄保险去了，上哪？见识一下这个，那是你行行行，没有保险公司什么事？交情嘛，交情嘛，啊，说这意思，哦，交朋友要长住脸，哎，得认对了人，不是什么人都能交。是，给你讲一个小故事，哦，还有小故事。漫天飞雪，冬天有打树上掉下一只小鸟来，麻雀打窝里出来，毛都没长齐，哟，刮着风下着雪，嗯，冻得儿子马上就完了，哦，寒风凛冽，小鸟跟这叫唤，远超等等等。我爸就是这鸟啊，叫嘛鸟叫唤，怎么全叫这个呀？我很可怜啊，马上要死了啊！来了一头牛，哟，走到跟前，牛一抬尾巴，扑嚓，对，弄根牛粪，哟，把小鸟盖住了，砸着了，可是很暖和，鸟活了。他这就活了，他没死，啊，活过来，来在牛粪里边唱歌，还唱歌，来唱灯笼的，灯笼，你就会这套是怎么的？我这这这这，这鸟还飞走呢，还没听说过，甭加身上了，这没有。那他唱吧，那高兴吧，嗯，高兴呢。俺那边来狼，有动静，拿爪子扒开牛粪，把这鸟汤给吃了。哟，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很多道理啊。告诉什么呀？不是每一个往你头上弄粪的都是坏人，也不是每一个打粪里把你救出来都是好人。如果深陷粪堆，记住了，闭嘴是很重要的。是不是啊？就这知识啊？您这人太善于总结了，你细琢磨去吧，啊，细琢磨很有道理，是是，所以说交朋友一定要长住了眼。对，今天来的朋友来着了啊，告诉您几个秘方。秘方有这么几种人不能交，都哪种人？打车抢着坐后头的不能交。怎么坐后头不交？一般车来了，打开他坐后头，他不乐意结账。哦，坐后头不结账。哎，车到地儿一般都前面这个，是吗？表一想多少钱，这掏钱给，啊，这方便。他坐后头。当然了，有的时候坐后边，他也跟着抢着出钱，也给吗？哎，到了地儿了，夸一看十块钱，哦，他掏出200块钱美金来，这个和这个，不来，谁找得开这个 啊？这没有，啊，人前面当然说，哎，我这有，哎，人就给了，哎，当然有时候他也有失算的时候，怎么啊？掏出100美金来，嗯，吃我这个，吃我这个，哦，前面的掏出支票来了，啊，这得用你的，好嘛，哪有这么逗心眼的这个啊？有的电视剧嘛，啊，当坏人遇见坏人，啊，有这么一故事吗？什么乱七八糟的？还有这个洗澡后穿衣裳，这都不能交。这怎么了？哥几个没事出去啊，找洗浴中心洗个澡，聊天去吧。咱有这个，去到那儿什么都要。哦，果盘啊，啤酒啊，饮料，炒饭，没有都不要，吃了愣吃。嗯，是吧？都要，要完了，找按摩的，踩背的，拔罐子，刮痧的啊，好嘛，就差找一法医验尸的啊。那儿没有这个，都来一遍啊！嗯，该走了吧？
人家穿好了，但是等着他卖。哦，一只袜子穿七回啊。呵，看完一瞧，哎呀，错了，这是右脚的啊。袜子还分左右脚啊？怪吗？穿好了里边热呀。啊，快点啊，快点啊，他两分，他都出完二汗了啊。可不，外边等你吧。啊，走门口银台那儿把账结了，人就付账了。都是先出去结账，是吗？没有说到这儿不结账的。哦，先生您哪个买单？后边那个。后边。后边哪个？后边没穿衣裳那个。后边一百多位都没穿衣裳。是啊，哪有穿衣裳的？这点人不能交。哦，还有这吃饭、快结账、上厕所，这都不能交。上厕所怎么了？哥四个吃饭，啊，你看差不多快结账了啊，站起来奔厕所。哦，哎，等着，人家这几位瞧等着呢，谁结账吧？喊，嗯，过来买单，结完账他回来了，嗯。哎，你们怎么又结了？不是人结了吗？你就上那儿结去了，人家还不结吗？结手去了。是吧？啊，当然了啊，这个一个人行，你四个人都这样坏了，是吗？喝完汤，提完牙，没事，四位都奔厕所了，全去了，都上那儿蹲着去了。啊，一会儿伙计就进来了。啊，蹲这四位哪位结账啊？跪那儿了呀。好嘛，所以说交朋友要长住了眼。哎，对，我很希望咱们两个人做一个特别好的朋友。咱们两个人本身就是好朋友，超过普通的朋友的交情。哦，像一个人一样。对，您就是我的亲哥哥。哎，那您就是我的亲兄弟，是不是啊？哎，何分彼此，哪问贵贱呢？哎，上山时你扶着我脚，下山时我靠着你肩。嗯。不是脚，交情哥俩亲哥俩一样，知道吗？啊，我有了儿子是你的姑爷，你有了闺女是我的秘书。什么乱七八糟的，这是好朋友。这里怎么还有秘书啊？你看，你看，你听我的，你听我的啊，我死在你后头啊，你不听我的，你死我头里。我怎么老听着我死头了啊？交情啊，哥们儿，交情啊，没有这么说的。怎么说呀？应该咱们重说 啊，重说。您就是我的亲兄弟，你就是我的亲哥哥，你姐姐就是我姐姐，我弟弟就是你弟弟，我舅舅就是你舅舅，我叔叔就是你叔叔，我父亲就是你父亲，你母亲就是你母亲。怎么那么乱呢？这里不对了。我很欣慰。什么欣慰？太乱了。怎么了？太乱了。谁要说你不好我就生气，谁要说你不好我也不答应啊。为了你我能跟人拼命去，为了你我都敢不活着了。有人给我一人肉身这么长，哟，不要，给于谦送去。对，人要送我二十条金砖，嘿，不要，给德刚拿去。有人拿了一小木盒送给于谦啊，于谦打开一瞧，里边有一个坏蛋。嗯，你要留下了，你就是坏蛋。我能瞧着吗？怎么办？一把抢过来塞我兜里，我是坏蛋。呵，我呀从您兜里拿出来搁我兜里，我得是那坏蛋。我一把从您兜里抢出来搁在我鞋里边，我是坏蛋。从你鞋里拿出来搁我裤子里，我是那坏蛋。从你裤子里拿出来塞你嘴里，我是坏蛋。没那么塞的，没有那么塞的。交情啊？什么交情？裤子里拿着往嘴里塞呀，拿出来搁在我枕头底下，哎，坏蛋！我抢过来搁我立柜里，我是那坏蛋。从你立柜里拿出来搁在我的箱子里，我是坏蛋。箱子里拿出来搁在小盒里头，完了我把它锁上，把钥匙扔盒里头，我也是那坏蛋。我不要了，给你。不抢啊！我费那劲呢，扔我盒里边了。不成啊，你得抢啊，还得抢，得抢。我下河摸去吧，东一摸西一摸，找着钥匙了。哎，开开你那锁，拿出来这坏蛋，嗯，我搁你家祖宗板上，我是坏蛋。搁我们家祖宗板上，你不好这个吗？您要这么说我也行啊。怎么说？从我们家祖宗板上把它拿下来，我穿街越巷，翻山越岭，找到你们家祖坟，把打去坟头土，棺材打开，然后把这坏蛋搁你们家祖坟的棺材里头，我得是那坏蛋。好，我把这拿出来之后，翻山越岭，越岭翻山来到你们家祖坟，打去坟头土，把你爷爷棺材撬出来，把棺材撬开了，往里一放，嗯，还放不了。怎么？里边有一坏蛋。李菁，对，唱快板的，唱得好，好啊，嗯，这是北京丐帮的少帮主啊，还是要饭的，
这个演员更了不起。您说我呀，有人熟悉，有人不熟悉。那您介绍，于谦。哎，我的名字，对吗？对对对对，于谦，于谦。啊，这叫俗了，叫于谦，了不得呀！没有什么，没有什么。咱说说良心话啊，嗯嗯，我很崇拜您。哎呦，您可别去，真的啊，不至于。好多说相声没什么文化，嗯，幼儿失学。对，于先生不一样，我学过几年书，经纶满腹，谈不上，谈不上，一股子书卷气，念过几年。是不是？没有没有，您这样的撑得起是嗯，吃屎分子。哎，吃屎分子不像话，知道吗？吃什么？是什么？吃什么呀？怎么着？你怎么说？知识分子，知识分子。哎，瞧瞧瞧，人家说话啊啊，这兔子多真呢！嗨、哎，您这嘴里也不怎么样啊，土字真。土字真，哎，好啊，好，为人勤奋好学，不恭谨谦和，啊，优点实在是太多了。没有您说的那么好，要没这些优点，嗯、您跟兔子赛跑，你赢不了。这话我越听越别扭啊！有一个成语吗？啊，成语，行赢赢语，呵，成语，成语，你啊，你兔赛跑，你兔赛跑，你兔赛跑，鱼兔赛跑，没有，谦兔赛跑，你非拿我那名字找是怎么着？都是那江洋哲的吗？你看我还非得给告诉你什么什么什么，有反赛跑赛跑，龟兔赛跑，对对对对，龟兔赛跑，哎，说明人厚道谦虚啊，值得我们学习。您这甭说了，说相声说得好，没有，不光说相声，嗯，我看过你演电视剧啊，承认吗？演过几个戏？你实话实说啊，是是，有吗？有有有，这是捧吗？啊，捧的，这是捧吗？啊，大伙儿都看过啊，电视剧，嗯，净有于谦演的，演了几个，《西游记》演过猪八戒，《西游记后传》演过猪八戒，《大话西游》演过猪八戒。齐天大圣演过猪八戒，我净演猪八戒呀、啊！就演，我没演过别的，合着导演太聪明，他怎么能看出来你适合演猪八戒？呵，我这把导演给掐死我！别的戏您也演过，我瞧见过，可不是演过吗？雷雨，哎，巨著啊，雷雨，我演谁？演雷雨。这雷雨怎么演啊？一有下雨的戏，你弄个水管子站那儿呲。我是那巨物啊！还演过什么呀？这叫演戏吗？天下无贼。哎，这戏我上了，正放这会儿。对对啊，对，要没有你，嗯、啊，连这导演冯小刚都得饿死了。咱制片人送盒饭的，哎，去。那么你这是，他连送盒饭都认识，我是这意思。这甭提这认识人多了，这些年说相声的出去演戏的可不少，可不吗？是不是？对对对，这后台有一邢文昭，邢先生今儿没来啊？嗯嗯，我就听他们说演电视剧去了。哦，邢先生出去拍戏去了，出去拍戏去了，是吗？西安，上西安拍戏去了。哦，西影吗？啊，就是什么戏？叫那个戏叫寡妇。邢先生演男一号，哎，等会儿吧，你算吧，别算了，嗯，我先跟你说说吧，嗯，寡妇啊，邢先生演男一号，对，演死鬼啊，不是，他其中有一个画面，那寡妇想他年轻时丈夫回忆，啊、嗯，也邢先生那脑袋就出来了，这、哎、不怎么样，这甭提了，还有徐德亮。哦，徐，你们这后台说相声，那就徐啊，我知道。上礼拜没来，嗯，拍戏去了，也拍戏去了。北京青年电影制片厂，青影的。这个戏叫《墨》，什么墨？墨墨磨豆腐那墨，上下两盘石头。墨哦，叫墨是吧？德亮演男一号，啊啊啊，男一号拉着墨走遍世界。各位，别说相声的露脸。这戏演着苦啊，还得套一驴形。哎，不要瞎说，这个是跟朝鲜联合拍的，这跟哪儿也是驴啊，翻译成外语叫马户传奇。嗨，还没离开这驴。嗯，好啊，
哎，还有你们那个，你们那相声那老艺术家谁？范振钰，范先生还排戏呢。哎，对对对，哟，也说相声，也说相声，对，也演戏。我这演戏不知道，你不知道？可不嘛，你们都干这个，你不知道？我没听说呀。拍戏去了，拍什么戏了？张艺谋的一个新作，哦，叫什么来着？你看这里边挂新拍的这片子，叫全名叫《张二狗野蛮成性杀害父亲十万火急惨案恩仇记》。这名儿太长了，这个故事情节很好啊。怎么个故事情节？一个浪荡公子叫张二狗，哦，吃喝嫖赌抽，坑蒙拐骗偷，嗯，他父亲说了他不听，把他父亲杀了，杀完之后死尸之上浇上汽油，一把火烧了，哎呦，把人烧成了黑炭，够狠，装一小棺材里，嗯，野外刨一坑全埋了，你瞧瞧，吃指望逍遥法外，40年之后这个案子破了，哦，开棺验尸打了一瞧，没错，这是你爸爸，本人枪毙给父亲偿命，这故事不错呀，范先生就演这戏去了，演谁呀？演这父亲。前边那父亲是我们老艺术家李冰演的，哎呦好，范先生演后边开棺验尸那父亲，都烂了那玩意儿。他跟那个跟那碳 A B 角啊，哎对对对对，行了行了，叫甭 A B 角了，多好啊，这恶心了都。我看见你们这么蓬勃发展演出，我打心里说句良心话，嗯，我是非常高兴。您看着我们好，我愿意咱们这个艺术界啊都是这么红。哎，先生，坐错地方了啊，坐错地方，在家上炕上惯了啊，到这儿就算了。其实我本身也是一个演员，您。啊，您什么演员？我是一个戏曲演员。戏曲演员？哦，你哪儿说理去？我是一个戏曲演员。戏曲演员怎么丧大脸？真的？你不信？我什么不是不信？不知道？我没听说。说相声的都爱看戏啊？我们离不开戏呀、啊。对啊。京剧、评戏、梆子，这乱七八糟的。对对，是不是乱七八糟的？您那一说，你说这都是大陆的这些剧种。那么您呢？我们这剧种现如今都很濒危。啊，您是唱哪个的？高腔。高腔啊！高腔。哎呦，那好听啊！戏曲里面的活化石啊。对对，年头不久了啊。嗯嗯嗯，过去讲究南昆北弋东。西方时间太长了，一调高腔。对对对，我就是这方面的专业的人士，专业唱高腔的。但是我现在也是很无奈。那有什么痛苦啊？众所周知，嗯，京剧现在都很没落，对，何况高腔呢？受众比较少，全国来说，嗯，你说找唱高腔的，找听过高腔的，嗯，都很少。对对对，凤毛麟角，太少了。眼看着高腔就要彻底灭亡了，没有继承人了，我心里不是滋味。说句良心话，嗯嗯嗯，尤其处在我这个位置上，嗯，我深深的热爱我的高腔艺术，太喜欢了。如果灭绝了，说句良心话，嗯嗯，对我是个打击，对谁收拾一惨痛。有时候坐在自己家里边，一想起来这个，就觉得这屋里边都装不开我。出了门，走在小区的石板路上，嗯，一边走一边叹气，心爱的艺术没有人喜欢了，还挺惨。天上阴沉沉的，刮过一阵小风来，嗯，飘了一阵小雨，落在我的脸上。你看，伸舌头舔一舔这个雨啊，嗯，又苦又咸，和我这会儿的心情相似。对比，抬头望去，嗯，二楼那孩子别撒尿啊！拿您当尿盆了吧？我说那边都没湿呢。啊，就这一块啊，这不欺负人吗？这不是？这什么欺负人？您走这地方。哎，知道有一个北京高腔艺术研究会吗？哎，我认识里边几个人。我就是在这个单位坐台。哎，坐台？我坐在台上讲课。吓我一跳。坐在台上讲课，您上那儿讲课？我从上周四，不是，上周三开始，哦，我就已经是中国高腔的艺术家了。这日子算的还够细的啊！这是国家承认的啊，高腔，很遗憾的，嗯嗯，没有知音，没有知音啊！这不，您说话好好说，您知道？就这您就找不着知音了，这说。
说良心话呀，我们这些个高跷演员们啊，没不不不，真的，不是怎么您换曲种了不成？嘞，高腔是高跷啊，您怎么着？高什么？高腔？我知是什么？您到底唱什么的呀？开始说的什么？高腔啊？那就是高腔。哎，一点谱没有呢。高腔？不是您会，你真会唱吗？哎，这个不对啊！啊，你这个表情好像你很不相信。不是，我不相信，您这高腔高腔的。我从事这门艺术很长时间了，是吗？哎呀，小鬼啊，你是不知道啊。哪儿呢？就管我叫小鬼啊？我们家这是祖传有这门手艺，知道吗？高腔手艺，高啊，高腔不是您怎么着？这这么着吧？啊，怎么着？您不是会唱吗？啊，这么着，我呀。这就是碰对了人了啊！我也喜欢高腔，平时呢也爱听，啊、也爱唱，有时候拿这过过瘾什么的。今天您要是专业的高腔演员啊，咱们俩唱一出，我也过过瘾。我还记得小的时候有一次啊，哎，大约是4岁左右的时候，别，你不有一天我爸爸你开一闷儿，你爸爸别，你爸爸在这儿呢，哎。那边忘了，我看这边怎么着？什么事？我刚跟您说嘛，您我这挺崇拜您，想跟您合作唱一出戏，我过过瘾，不挺好事吗？您提你爸爸提出来。哦，你跟我唱一出行吗？您看，我是没有问题啊。而且来说，你要是有人愿意一块从事这个艺术，我是很高兴的。啊、我喜欢这个是吧？我嘿，我太喜欢。你肯定有不会的吧？是吧？那是啊，肯定是。行，以后有时间咱们可以多切磋。好，你想当初我爷爷交给我爸爸，我爸爸交给我，我有权利交给你，是吧？您这拿我当传辈儿了，这不成啊？不能，我就跟您合作一出戏，没那么大不是，知道吗？不能让高腔艺术灭绝下去。不是，我先问问您吧。啊，您唱戏的时候踩不踩那棍儿吧？哎呦，这还真问住了啊！我印象中，我幼年的时候，有一年春节，我爷爷演出时候踩过 啊，好多人一块儿踩，好像。后来传给我父亲了，就。哎，你父亲又给了我了。哎，我再传给你。别给我了，别给我了啊！您这不怎么样，倒是怎么？不对，说清楚了，高腔啊，高腔是定准了，就台上唱的那个，咱们唱一出高腔，没错，我印象很深嘛，高腔嘛。台上歌载舞是吧？行行，哎哎，行行行啊，这大身上就不用了，一唱唱一出行不行嘛？我没问题，我怕你不行，你会吗？我嗨，谈不到会，你会几万出？你说说，几万出？这高腔有那么多出戏吗？我没有那么多啊，我是业余爱好，你会多少？我什么多少？就会一出，就会一出。哎，对，哎呀，你这给的少，你这会一出，一出会什么？斗公训女。行，行吗？就唱这个吧。斗公训你，这不是训我，训谁？跟我没关系啊。训谁？训女。训女啊？对啊。行，来吧，来吧，开吧，来，开始，来，快，快，快，来，来吧。放下，怎么着？唱啊，真行吗？真行吗？你说这个人呢，小鬼，你不能这样。不行，那个。我艺术家已经一周多了，你知道吗？来吧，开始吧。不许你啊！没问题，没问题，快点，快，我等不了了。看着那么深啊！快说，快唱，我等不了了，快点，快点。这个艺术家怎么那么闹的呢？这个是啊，要不然我们这玩意儿都失传了呢。是，快，那咱得分分活啊！是，当然你唱什么，我唱什么，是吧？还得分出来啊，是吧？现在这艺术家都添毛病了，艺术家也是人嘛。但是您跟一般人添的毛病不一样，是吧？这，谢谢啊，谢谢。分分活，干活，谢谢啊。没唱，知道吗？怎么了？你这是没唱就这么爱听？这么乱七八糟的，你还至于灭绝得了？来，没唱呢。说怎么着？到底怎么着？快分活。啊，行，你啊，你来多少斤，我来多少斤。您说那是分家啊？不是，怎么分活？分活是你去哪个，我去哪个，是吧？分角儿嘛，这把这帘还拉上吗？啊，我又不用拉帘，咱不要。咱行，你说你来谁？你来哪个？啊、你快说，快，我来斗公，我斗母，我斗蛐蛐，我斗油葫芦，我斗老头，我斗老婆，我斗大胖小子，我斗大黑娘们去。
乱七八糟的，你这这怎么还对对联这里头？哪儿有对对联啊？你说的这怎么回事？哪儿有对对联啊？不是你，别着急，你窦公窦员外，您怎么了？您这是员外啊？可不员外吗？员外就是那老头啊，电视剧有那个，是吧？你电视剧不你不分吗？你来这个窦公窦员外，你演员外啊？我呢？您啊？我来哪个？您演鞍人啊？我来鞍鹑吧。啊您来一母鸡怎么样？母鸡像话吗？鹌鹑干嘛呀？不逗吗？逗鹌鹑吗？掐鹌鹑啊？怎么着？宰鹌人？鹌人啊？窦员外的老伴儿？哦。夫人啊，你别跟我说行话啊，你别跟我说行话啊，我最讨厌这个吊坎的人，你知道吗？这鞍人是吊坎啊，这个你就跟我好好说说人话，我听得懂，知道吗？这叫人话，行，这叫人话。我老鞍人，我来这老鞍人，老鞍人，你来那员外是吧？对对对。然后呢？还怎么着？还有一个呢？还有什么？还有一老院子呢？老院子啊，这还有抗日的戏。老院子怎么抗日的戏？老院子吗？不是老院子啊，老院子里边抗日，啊，抗日老家人，老家人啊，村里来的游击队的事儿，是吧？老家来人了是吧？你说呢？不是，怎么着？来人没来人？老管家管啊、哦、啊哈！怎么解释都不管家，可不管家吗？你这个我跟外行有的时候就没法打交道，你知道吗？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我还别那么嬉皮笑脸的了啊！我也是愿意跟你这老家人啊啊，知道不？谁来？我来啊！你来啊！我来俩。您感觉呢？嚯！听您啊！我给的多啊！我来俩，我来俩。啊，行，那唱吧，开始吧，开始。哪儿？怎么着？好，咱把桌子往后搭的。啊，搭的这个。搭的桌子。哦，分出前后台来。哦，对对对对，好吧。对对。桌子前面呢？嗯，就算前台了。那桌子后头呢？就是后台。哦，分出前后台了是吧？对，分出前后台了。就站着，你站这儿，我站这边。别这样啊！咱们现在归后台，归后台，归后台，好吧？那这个，行行吧。还有什么？我得搬把椅子去，还得坐着呢。哎，这咱得坐着啊！哎哎对，哎，好嘞，哎，那搬把椅子，搬椅子啊！哎，我还得来，我也留把椅子。哎，对。歇腰，我这歇腿儿，你知道吗？啊，不是，我们俩坐着这配套吗？这玩意儿，没事，我就看惯就行了，是吧？我来是夫人是吧？哎，夫人，你把你的头套借我。我这是头套，我这哪儿给我说绑住了，差点摘去。我看着有松紧带似的，没有，没有，没有。那我这脑袋不像个夫人呢，这自己办吧。啊哎呀，今天很高兴能跟你这个外行一块合作啊！别客气吧，这说着话稀里糊涂的，咱真会唱不会唱，咱跟他合作一下，咱就知道了，对吧？这要真会唱，我也学两首。不跟您说，我就好着。谢谢啊，谢谢，谢谢。别在前台晃了，后头去吧。行了，归后台，后边，后边，嗯，好。哎，啊，开始，开始，真的，啊，你都准备好了，来吧。行嘞。行啊。哎，来。手这不行啊，这个还是踩高跷的呀？不是，这不唱戏吗？唱什么戏呀？这啊，这是高跷吗？这不出来吗？这签不低了，这个、啊、这都快上不去了，这吊门你知道吗？不是高低的啊，您这怎么改二人转了？您啊，先来段二人转，刺激刺激大伙儿。用不着，不要啊，用不着，不要是吧？直接唱高腔。你不要，你早说呀，是不是？这还用说呀？这急急风打的怎么样？讲用不着。
着，用不着急急方，那也不能干出来啊，干出来干嘛呀？怎么着？您不是艺术家，您好几天了，您对对，您懂这个？是我懂，你懂吗？别的不懂，这点我刚知道。你说我听听，高腔叫点没这么唱的，没那么复杂，怎么的？就一个锣啊，一挠还得挠啊，狗啊！不是你回家挠门去吧？你说的怎么着？这一锣。黄铜铜切动切，就您这怎么还动切动切动切锣动切锣，您懂不懂啊？走，咱们打多少几百下，快说几百下，你说你看多少合适？后台锣还要来多少？来你说你来多少吧？你来多少？这三磅半，三磅半啊？对，一磅十二两，三磅半。行，好几斤了啊！啊，干嘛卖肉呢？不是，三磅卖肉呢。冬切，这冬切，这冬切算一磅，冬切算一磅，对，三磅半，三磅半，嗯，行吧，哥在行找点急是吧？嗯，冬切，不切，半磅不给切啊。半磅不切呀，买二两也得卖啊！到底卖不？你说不卖人家怎么不卖呀？怎么回事？不切你嚷什么呀你？不给切吗？不是，给切不给切到底啊？什么给切不给切？行，你甭着急了，小鬼啊你！行了，真着急的在这儿呢，知道吗？哎呀，怎么着？到这儿就完了是吧？这不是把冬切冬就完了，没有切了。哦，再来，行。你我看你还行，冬切，冬，朝来长我起。捧你啊你捧我干嘛呀？哎呦，大伙儿知道你原来是演猪八戒的，现在唱这个了，你甭跟我扬这腕儿了，你捧，呵，大伙儿爱看你啊，这说这个干嘛？不要这个啊，不是不要，你得唱啊。哎呀，太谦虚了这个人啊。行，我谦虚，你得唱，不要叫好啊，你也得念引子。哦，我引子啊，引子啊，你得念引子。你说完那句我说引子是吧？对呀、啊。啊，行，引子，你有点喊我行不行？没有啊，没有。因为跟你合作这个戏跟戏之间它是不一样的，就这点小障碍过去之后就一马平川来。这里还有歌你这是一个屎壳郎，药引子呀，吃错药了你。麻将和白糖都上来了，你们大伙儿亲眼听见的啊，对吧？都亲耳朵瞧见了，对吧？您现在这真是吃错药了，知道吗？他告诉我引子，我说错了吗？您说错了啊，不是药引子，什么引子？戏引子，开场那引子。这不粗，这个不是粗戏的戏啊？怎么着？戏里边这开场那引子，你会不会吧？你还嘿，我这小多少年了？这就是开始我没跟你说戏啊，才有这点小障碍啊，障碍一过去就一马平川。行，不一人一句嘛，我就等您这一马平川的，好吧？不一人一句嘛，一人一句，你这是你们新改的，我们老词儿有，我们有传统剧目，我们那个引子，我们不是这个词儿，我们有俩人一人一句，对吗？一人一句啊，就不到长城非好汉，不是好鸭真遗憾，有什么乱七八糟的吗？不是您这您怎么意思？你啊，没有那不到，你说的什么？你说要不来嫦娥起永鹤。你猜我是什么词儿？你猜，你未必猜得着啊！丢人
现世的玩意儿。你知道这戏我唱，我能别来这唱，你绝对不知道我什么词儿，你知道吗？闲人堂前列绮罗，这怎么了？这什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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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词儿？再说一遍，还没听明白是怎么的？不，你我得看跟我那个一样不一样？你说，可是你落上面的肯定不一样。不是你闲人堂前列绮罗什么意思？闲人堂前列绮罗，闲人堂前。现背，行了，怎么意思？行了，有哎，差不多，差不多，就这一句。但你的字儿咬的不清楚，你知道吗？啊啊，您咬清楚点。没事，来，这回行啊，这回行啊，我横你知道吗？小鬼知道吗？我来吧，我来吧。横特动切，动切，动切，动，招来嫦娥七永河。麻将那个闲人堂前列绮罗、哦哦哦、这什么味儿啊，这是听惯了就行了。叫爷们儿呀，呵，你说您这净粗口，可不你说说说这汉子爷们儿您这哪儿练的？不是什么什么，快说，你快说，老爷，老爷是吧？啊，哦，老爷，对对对对对，夫人老爷，可不是吗？对对对，来两口子嘛，来坐坐坐。啊，夫人，啊，汉朝的老爷，我汉朝的老爷，你我的女儿哪？去了啊，你我的女儿啊，啊，她到哪里去了？可说啊你，此时倒叫我莫名其妙啊！你琢磨她这个意思，我行了，行了，甭跟这磨合了，你前面来吧，做戏想做什么戏呀、啊？你想呀，哪去了呢？甭想了，甭想了，我这我就好，我词有词啊，有词你说词儿啊，就是没对戏，有点小障碍，小障碍一过去就一马平川，我都活动不了。这老一马平川，你倒说呀？是来开始，开始来，什么是做做什么？你知道那词儿啊？别让人笑话你，别让人笑话。啊，夫人啊，汉老爷，你我的女儿哪里去了？啊，你我的女儿么？啊，此事说来话长了。想当初，后汉三国年间，有一位莽撞人，哎，自桃园结义以来，打夜行令明。行了，这长啊，这词儿可长。我知道长，这最长这段。奔趟子去了还不长？这段大，这大，这我知道。你不是这用得着吗你？你怎么着？你说什么意思？气得我胡说八道的。你说什么意思？你怎么意思？你这不是这不对词儿吗？对词儿，您倒说词儿啊！我一直没闲着，我嘴闲着了吗？对吧？闲着了吗？说的闲白不？你说怎么着？你问我是吧？啊，这妾身不知，但听院子来报。您这说正词儿啊！妾身不知，但听院子来报。啊，这比刚才那长。比那还长。妾身不知，但听院子来报。妾身不知，但听院子来报。妾身不知，但听院子来报。行了，行不行？差不多，差不多，差不多。不是您这老差不多，可不是？哎呦，你怎么糊涂？障碍过去就一马平。那再说这套，我抽你！我告诉你，这手不对。夫人啊，老爷，你我的女儿哪里去了？妾身不知，但听院子一报啊。啊，院子来报。来了，来了，不在。快点急了，别来。我先替你盯会儿啊。他一会儿就来，一会儿加班呢。不是怎么回事？加班呢？不是怎么回事？什么意思？院子上啊，他没来啊，没来你赶啊？咱说好分包赶角，您赶院子，我来这个，就这儿，您赶角应该上啊。
不得挖我？您这别那么嬉皮笑脸的，我不习惯这，您知道吗？这个可是院子啊，院子呀、啊，这里边还您那个八号老爷，您得叫我。哦，来院子啊，还走身上、啊。一会儿还敢不敢房子了？房子还敢不敢？敢房子干嘛呀？院子都来了，房子怎么着？您怎么还院子老家人管家？刚才解释半天不明白。不是我这哦啊，说管家是吧？啊，说话不说话？说话呀，有说话的是吧？说话呀啊！那个什么，那个这个院子，这个这好几种呢、啊，还有一种是那个不说话的，还有一个那残疾那样的，那您哪种的？不是您打小学的这东西也够杂的是吧？不是这出来怎么着还比划不比划那个说话是吧？没有那么多，不有没有那么多，就这样就出来啊？没有，有点身上大身上，到时候您就单腿给我一跪，还有大身上啊？大身上啊？大身上啊？啊！就行了，我文武代打。真的，你来你就知道，我文武代打，真的，都行啊。来来来，你看，你不信我是。啊，夫人，啊，老爷，你我的女儿哪里去了？妾身不知，但凭院子一报啊。院子来报、哎，啊，这就来了。赶这个，你等着，我这好事你知道吗？嗯还是很认真的事儿，你知道吗？演什么戏？怎么了？你不告诉大身上吗？大身上让您折跟头啊！这一会儿这一马平川吗？啊！您这还平得了吗？您这个不是怎么着？有这没这个？没这个，没这个。单腿一跪，叫我老爷抱就完了嘛！你这进来叫老爷就完了，可不是嘛？你这是改编本的，你这是改编本的，没有改编本。你握着，你握着这个来。没棒槌了，这玩意儿啊！夫人，啊，老爷，你我的女儿哪里去了？妾身不知。对对对，单听院子一报，院子来报，院子来报，报老爷，我的太太哟！嘿，行了，老爷，嘿，怎么着？新社会了啊啊！要饭的身份都涨了啊！站起来吧，别跪着了，这好不好？干嘛勒砖呢？你告诉我进门喊老爷，喊老爷里哪有太太？说这不说，不说不说。对，那我进来干嘛来的呢？您就报啊，报！我问你怎么回事，你再告诉我呀。说哦，说这个小姐和石姑爷后花园撒了奔，您会？我会，会，不就说有事吗？是不是？会。行啊，有给你一个机会，你知道吗？来走。啊，夫人，啊，老爷，你我的女儿哪里去了？妾身不知，单听院子一报啊。院子来报。哦，启禀老爷，大事不好。嗯，起来讲话。是，启禀老爷，大事不好。怎么回事？印度尼西亚发生海啸了。提这干嘛呀？有哪些个人呢？不，提这干嘛？这事儿还小吗？不，这事儿是不小，跟这儿提不着。不提这个，不提这个。那说什么来着？刚才不是告诉您了吗？没记住啊？什么来？我这说，这我家小姐和石姑爷在后花园洒泪分别，就这么一句。这你都快累死我了，你快急死我了。来，跟外行没法弄，你知道吗？我的女儿哪里去了？妾身不知，但听院子一报啊。院子来报。哦，启禀老爷，大事不好。起来讲话。昨晚三更时分，石姑老爷与我家夫人后花园洒泪分别。哇，把我媳妇拐跑了？你说的？这什么戏呀？这是？那你说拐谁媳妇？你说吧，拐谁媳妇？你说我去拐去啊？小姐和石姑爷，我洒泪分别。哦，小姐，对。哎呀，你都快累死我了，你都快，我告诉你，太麻烦了。我这弄一脑袋汗，我招谁惹谁了？我看到这，先坐歇会儿吧。哎，啊，夫人，啊，老爷，你我的女儿哪里去了？妾身不知，但听院子一报。院子来报。好，启禀老爷，大事不。
不好。起来讲话啊！昨晚三更，石姑老爷与我家小姐后花园洒泪分别去得。啊！赶回来！打人干什么的？有事说事，瞪眼不行。瞪什么眼？我是专家，你专家是我，你为我怎么着？我给你说戏，你错了得承认。这别有错误不承认，小得跟日本人似的。这是挨日本人什么事？你过来吧，过来吧。什么乱七八糟的？你怎么意思？你有事说事，你别瞪眼，我不受这个。我告诉你，你大爷哪哪都唱戏，知道吗？你是院子，你是奴才，我是老爷，我是你爸爸。呵。欺负人不行。不，这等会儿吧，等会儿吧。我是一个很严谨的人，知道吗？真的啊，就您这模都踩着棍儿演了，还严谨呢，您这是这个心很不宣的。您也消消气，您也消气啊，这不可咬气啊。我跟您说吧，我跟您说啊，哎，等会儿吧。你怎么着？哎，我细跟您说着啊。那你说，咱俩演戏，斗公训女，对，我演这个老老爷啊，你跟我舌头都不利索，你看废话，这么半天一句戏没唱呢，净招我生气了。是不是？我演老爷，我呢？你演安人，然后您赶老院子，您不是演那院子吗？怎么了？您这是？哦，我给忘了，忘。您老忘，您台上怎么办呀、啊？我不要紧的，哦，我是院子啊，你瞪眼是跟我啊，那我怎么办呢？您我是你姥爷啊啊！您怎么？我是你姥爷，然后我一瞪眼，你就得害怕，我得害怕，你害怕就哆嗦，哎，哆嗦，哎，这地方您可得迈开迈啊，这得迈开，您专业呀、啊，是是是，哎，您哆嗦，您看您这身上啊，然后就好像有个地缝，您都能钻进去，我有个地缝都能钻进去，看您这表演，这就瞧我的了，行不行？咱打头来，就精彩在这儿，没问题，咱来吧，你今儿算来着了，那就瞧您这个，没问题，从头来，从头来，站不住了都，太累了这玩意儿。你瞪眼我就哆嗦哈，疼疼！你什么时候瞪眼？上去就瞪，上去瞪好。疼疼！你哆嗦不哆嗦？我还出得去吗？你不哆嗦是？我哆嗦什么呀？好，来开始走。唱戏是个体力活。哎，你还有话没有？没事了，累死我了。疼疼！冬天，冬天，冬天。我气永火，仙人堂前列起落，还是勒砖的味儿。啊，夫人，哎，老爷，你我的女儿哪里去了？妾身不知，但听院子报来，院子来报。起来讲话，嘿，启禀老爷，昨晚三更时分，石姑老爷与我家小姐好欢顿中，洒泪分别去衙城。哎呀！你这干嘛呢？我找地铺呢，我去你的！杨上树，表演者郭德纲、于谦。大家好，哎，很高兴在这儿给大家做这个学术报告。您这学术报告啊？您怎么在这儿做报告？他们不是来听报告的吗？没有，人家是听相声。听相声啊？听那玩意儿干嘛？哎，您这怎么说话？我们这是相声大会，档次低呀、啊。谁呀、啊？学术性不强啊。您说相声啊？嗯，相声也很深奥。嗯，什么毛病这是？站这儿说，可不是吗？有什么意思呀？我们这个没意思，没意思。哦，搞点学问呢。学问？你这个演员，说实在的啊，嗯，你要听我的话，迷途知返，你还可以原谅。哦，你要继续跟这行混下去啊，啊，你算是完了。你必须的啊，啊，这样吧，嗯，我带着你吧。您？你跟我？我跟你。咱们干点别的去。
不是啊，我也不能因为您这一两句话我就不干这行了，我干了好几十年了，您是谁我得了解了解。你真不认识我呀？我可不是不认识吗？孤陋寡人啊。您还要寡人呢是怎么着？你这样得寡了。我呀啊什么呀，孤陋寡闻。您先把这寡闻呢，哎，孤陋寡闻呢，怎么孤陋寡闻了？你不认识我？不认识您。我是一个很著名的什么呀，二手的科学家。这科学家还有二手的呀？对呀，啊，著名的科学家郭德纲吗？啊，你没听说过？没听说过。回去买几斤报纸好好瞧瞧。论斤瞧报纸啊？我看上你了，你跟我一块儿做实验去。拿我做试验去呀？不是研究嘛，我教给你怎么研究啊。比如说现在禽流感了啊，有什么办法能治啊？嗯，你跟我一块配合做我的助手。哦，做您的助手。哎，研究药砒霜敌敌畏都怼在一块儿啊，到底这都能不能治？是弄一针，嗯，噔滋给你打上，嗯，行，死了。最起码我们知道这个理论呢。啊，什么？这个药不灵。废话，我做试验呢？不是你跟着我帮忙嘛？我那就帮一回忙，也就是。你们再找别人嘛？啊？您还打算害多少人呢？说相声的多了，您净没用的那个啊！做实验为人民做点贡献嘛？行了，算了吧，这您这试验做不做两可？轻视科学？您这是科学吗？这科学是为人类造福的呀！啊，我们一直认为没有我们这个世界好不了。没有科学家，对对对，那倒也是。像我们这大科学家们，什么都得研究。您别往那堆里画，您什么科学家呀？您研究什么呀？你这倒霉德行，说实在，我是没带着崩弓子呀。喂，科学家玩这落后武器，您这回归自然？什么回归自然？淳朴。啊、我们有那现代化的、啊、一针你就躺下了。哎，好嘛，您拿这报仇去合着还能用那个吗？啊啊，游戏啊，游戏，那游戏我受得了吗？很多的科学研究都是我们搞出来的。什么呀？小到这个日常生活中的一些个东西啊，大到国家建设的东西都是我们完成的。这科学家都楼了啊。你走到楼道里边啊，一进去啪、啊、灯亮了，那是声控的。我研究的这个您研究的你都不知道吧？那我都没好意思告诉你们。是啊，我研究的。哦，研究完了之后很多相声演员不相信。那你开始没人信、啊、有一个说相声的小孩，谁呀、啊、叫石富宽。小孩石富宽啊，这闺女说实在的，会这一会活动活动啊。啊，这到这儿了别瞎说啊。那是我师父，男的。男的是吧？对了，好、啊、他不相信我啊，他认为这个不灵。我说你跟我来走。干嘛？咱们楼道试试。哦，一进楼道啪砰亮了，灯亮了。嗯，我说怎么样石老师？哦，佩服我吗？嗯，这东西怎么样？快说啊。说好是好啊。啊，干嘛打我一嘴巴呀？嗨、哎，那是拍巴掌还不行，打人啊。这个都是我们研究的。哦，克隆你知道吗？克隆就叫复制嘛。哦，怎么了你？活复制什么毛病啊？您这是你别聋了都知道啊。这报纸说实在的我很惊讶啊。一般来说啊，这说相声素质都不高，知道吗？您这素质也不怎么样，知道吗？手里有球吗？就揉，站稳。嗨，您站稳都能说话，他一定带崩弓子出来。嗨，这还不是随身带着？太不尊敬科学家了啊！您站稳都能说话就行。克隆啊，克隆，这是我们研究出来的。您一个东西复制出来，哦，高科技啊，那是高科技。克隆，这跟你说这没用啊！啊，你也不懂这个细致的，我不了解。哎，我现在可以普及一下，克隆还能普及，推广一下。哟啊，马上就能得，那太深啊，当时就克隆。行啊，花不了多少钱啊，30-50块钱的事儿。这么便宜啊？买一个白瓷罐子，嗯，大白瓷罐子，哦，刷干净了倒过来控，嗯，找一块抹布把水擦干净了，
搁这儿啊，拿一根胶皮管，这是这边呢有一个针头扎你肚子上，扎我肚子，哎，做血，往外做血，往外做血呀，克隆吗？做血 啊，这头扎着，啊，这头做，给鱼缸换水呢，这偷汽油也用得上，哎嗨，什么武器这都是，把你身上做400斤血啊，啊，没那么些，多少斤？这这没那么多点吧，多点吧，啊，还兑水呢，哎，拔下来，嗯，来块橡皮膏，这一贴省得感染啊，是吧？贴橡皮膏就去感染了，和了和了啊，嗯，搁盐、葱花、姜末、味精，和了好了，搁一张你的相片啊。搁张相片啊，盖上盖，通风垫，嗯，白瓷罐上有那开关，摁下去灯就亮了，写煮饭啊啊，等着吧，等着什么？半个小时，啪，弹起来了。哦，你开盖，一个崭新的于谦出现了，克隆出来了。后来这个技巧被卖血豆腐的教会了。嗯，您要不说搁我一相片，我还真信了，是吧？什么乱七八糟的，您这是科学是很严谨的，还严谨呢，不能胡来呀，啊，这个东西不是随便就来的，知道吗？嗯，我在科学院这些年，我跟范振钰啊、徐德亮、张文顺我们这些人，嗯，我们见天研究这些科学的事情，那科学院也弄一德云社，讨厌，废话，怎么跟都跟说相声的研究啊？请他们来呀，请他们来呀！啊，说一说自己的知识阅历，人类需要什么，他们提醒我都写下来，写下来回来照这个，我给研究去。做一个科学家那是了不起的哦，什么事都得知道，天文地理、物理星象是，什么没有不明白的，全懂。哎，什么叫植物？哪个叫动物？全得了解啊，这个也要学。哎，植物啊，对吗？植物，榆柳桑槐，对，这是大柳树，树啊，这是槐树，对啊，都得知道。动物也得了解，动物，咱动物了解什么呀？好，就我们经常带着学生去啊，啊，看图片，看资料，什么呀？学生问呢，老师这是什么？啊，这是个狗。啊，这谁都看得出来，这个你这就叫轻视科学。废话，认条狗谁不行啊？废话，街上跑当然认得出来了，炖熟的成碟子了，你认得出来？认得出来，认不出来，人那有菜单，我们也能看出来，知道吗？你偷着端出来了，你知道是什么？这也不算能耐，是不是？这是个狗啊？这个呢，老师，这个两片白颜色东西夹着呢，嗯，驴肉啊，驴肉啊，驴火呀，两片白色的物体夹着呢，是吧？啊，那不是烧饼吗？是不是？这都得知道，都得研究。哦，都得研究，这是浮浅的，往深处琢磨有深奥的。说这个动物它是什么习性，属于哪个科目？哦，它的特征是什么？嗯，它怎么怎么样？一五一十全得掰扯清楚啊！这可就细致了，外行干得了吗？这不容易。前一段时间，在美国啊，有个地名德州，知道吗？德州，山东。你讨厌呢，美国德州啊，美国有个德州，德克萨斯州，这位也含糊着呢，是这么说吧？是啊，嗯，是说德州嘛，嗯，德州那儿发现了，嗯，发现一种动物，什么呀？这个动物在世界上是绝无仅有的，什么动物？羊，哪儿都有啊！你看，他不相信科学吧？怎么了？羊是哪儿都有，羊啊，长犄角啊，吃草那个，对呀，跟地上跑那个，对呀，种不同，什么特点？它活在树上，它站在树上面。你说这羊那个爪，你伸手看看，你看看啊，它跟人不一样，知道吗？没这么比的，啊，知道吗？它这东西，它的习性是什么？啊，它为什么会在树上？它怎么能够上树？它的特征是什么？谁知道？整个德州啊，这些个科学家研究不出来。哦，德州那州长急坏了。啊，反正我不管，你们大伙儿就想这么干。还是山东啊，这个。这个德州嘛，是吧？什么德州啊？这你们打过想办法吧？啊，到底说这是怎么回事啊？这个羊弄好了，又是咱们德州的品牌啊！啊，
这跟鸡搁在一块儿，这是咱们两大特产。哎，对，除了扒鸡还有羊、嗯、啊，找吧，没人知道、嗯、啊。最后啊，有人传闲话、哦，科学家最爱传闲话，知道吗？是吗？最后说了，说北京有叫郭德纲的，他知道。哦啊，请来吧，让我去，要能把这题说出来，给60万美金，多少钱？60万美金，这要是一毛一张的啊。啊，能数到80岁生日，吃饱了撑的吗？这不是啊？你干嘛数那么点小票子？我不去，我很爱国呀、啊，我这个人，我不去，我知道，还就是我了解，只有您知道，只有我知道他的习性，啊，他这个特征，他的历史渊源，包括他的作用，我都了解。嘿，我研究这个东西嘛，啊、嗯、啊、嗯，了解，但是我不说。哎，再一个，说实在的，几十万块钱对我来说根本也不叫事儿，也走不开。年底了，我们单位这些日子发那煤火费什么的，知道吗？我不能走，这点煤火费呢，60万美金呢、啊，你不能走，知道吗？是吗？我这个我是个很爱国的人啊，当然了，就这个我也不是保守啊，我也不是，我说有人要是愿意问的话，您不去也无所谓，谁爱去谁去，对对，我往心里去，往心里去。哎呀，科学家，哎，那个德州那边，德州有一羊在树上，对对对，您知道怎么回事？只有我清楚。哦，那让您讲清楚了，给60万美金。60万美金、嗯、都是新票是吗？哎，是是是，嗯，哎，嗯，您告诉我行吗？啊，您告诉我。哦，你要学这个呀、啊？啊，对对，我到那边挣完这60万美金，咱俩一人一半。哈、啊、哈，那没啊？啪！我找你了，我还给您一半煤火费，我也给您报销了。这副嘴脸啊，这不是搞科学的人呢、啊？怎么了？我是那个爱钱的人吗？我要是爱钱，我自个儿去就完了呗，对不对？哦、还用你分我？对不对？你这叫小瞧人，少这么说。哎，别动，科学家，科学家，好嘛，你喊我。哎呀，我要不叫这科学家呀，我能跑过去？我告诉你们，你喊我。哎，是，您回来，我跟您商量点事儿、嗯嗯。我无意这个贬低您。哎，我这个人格是很值钱的。是是是是、嗯，我就诚心诚意的吧，这么说，我跟您请教这问题。哎，好，好吧，这个态度很好。哎，又来了这个。很好，嗯嗯，我坐行你这样的啊，我坐行你这样的，人这词儿用的这就对了。哦，搞科学研究啊，说实在下去哪儿啊，就上来，这是做学问呢，人坐炕上了都，这不是胡来啊。其实他们都糊涂，这个事情最早是发生在咱们国家。哦，就在本国呀，这个羊啊，原来咱们国家有，后来因为种种原因，乱砍乱伐什么的，咱们这没有了。哦，哎，羊就到了德州那边去了啊。哦、实际咱们国家原来有，嗯，这个问题是追溯起来也很长时间了。哦，当初它是有故事原因的。哦，还有个情节。哎，咱们国家当初有一个大学生，早年的大学生，嗯，哎，有一天呢，他清晨起来啊，从歌厅啊回来，知道吗？这什么大学生啊，这是？做学问去了吗？上歌厅啊？嗯，调查嘛啊、哦！一看，哎，这个树上有一只羊，他很惊讶。嗯，回到家去问他的父亲。哦，他的父亲是一个老学究，是什么都知道。把老爷子请出来，说这树上有只羊，怎么回事呢？嗯，老头给他一讲，他明白了、嗯，把这个事情算是记载下来，就知道了。哎，所以说今天如果你要是学的话呢，啊啊，那么我不能藏奸，您得教我。我们要把当初的事情重新的表演一下。那太好了，太好了，是不是啊？可以，可以。我知道多少，我告诉你多少。谢谢您，好不好？好。好比说、啊，你就是那个大学生，我就是学生，我就是大学生的父亲。您是我的父亲，这是假的。哦，记住了，学术探讨没有伦理关系在里面。这还没有伦理关系呢，这。我最厌烦的就是在台上说这些个东西，知道吗？哦，咱们是做学问，我跟您学东西，绝没有占人便宜的意思。好好好，你不能因为这个小看我，是是，贬低我的人格。哦，倘若因为这个小看我啊，啪，嗨。行了，我知道，我知道，我不会小看您，是不是、啊？哎，但是话说回来啊，哎，我为学这么个东西，我给您当一辈子儿子，我也冤点儿。你想着倒美呀、啊，啊，当一辈子儿子啊，你是熬出来了，怎么了？
我怎么办呢？你跟家一坐，我上这儿挣钱或者你吃，门也没有啊！啊，坐比成样，这是假的，学会了吗？会了，你走你的，啊、这事儿就拉倒了。哦，不会一辈子的，一会儿十分钟的事儿，太好了，表演这个人物，这就行了，知道吗？嗯、也不用你真喊。哦，当然了啊，若干年后你发财走到街上碰见我，啊、心里不落忍，愿意叫我我也答应，哦、不愿意叫我我还不挑你。是啊，好比说某一天在街上碰见了啊，我打这边来，你打这边来，啊、看见我冲我一乐，啊、爸爸您干嘛去？我洗澡去。嗯，顺口答应嘛。您甭使这个，这可没有这个、啊，没有顺口答应，抄我一个行？没有没有，无意无意无意。现在就是这个场景啊啊，这就是咱们家的住宅哦。我是你的父亲，哎啊，这个老学究啊，有学问。我在书房里面在看《金瓶梅》啊。你先撂下吧，撂下吧，您先撂下吧，撂。啊、还看《金瓶梅》呀？啊，我闲研究嘛，研究嘛，研究您研究点那个植物动物什么的、啊。对，你甭管我研究什么了啊，我在屋里边待着。你呢、哦？回来到家里来请我，是很简单啊，把、啊、我请出来一问就明白了。哦，但是咱们这个当时发生这个事情地点是河北山东交界的地方。哦，说话咱们要模仿一下外省人的语言。哦，还要倒口。哎，很简单，拿你爹呀，你快出来吧，就这个。你行不行？要是行的话啊，嗯、咱们就来；要不行，这事儿还拉倒了。行啊，行行行，可以是吧？哎，可以可以，我们这都有基本功训练，没问题啊。哎，这外省话都没好。你从这边来，我上屋里等你去 啊。好好好，那我叫您吧，做学问啊。哎，好好好，这六十万，你这。哎呀，这句话还是不好出口。哎，爹呀，我，你出来呀？你叫谁呀？我叫你呀。我是谁呀？怎么还说一遍啊？你是俺的爹呀！来呀！哇！哎呦，这什么模样啊？这是？哪家儿子？爹呀！你叫谁呀？我叫你呀。我是谁呀？没完了是怎么着？原来这个情节就是这样的，知道吗？就这么便宜，你两句话就到了，你这不耽误功夫啊？出来，还来一遍啊？你像这，爹呀，啊，你出来呀？你叫谁呀？我叫你呀。你是谁呀？你是俺的爹呀。哎呀，你哪家儿子？哎，爹呀！你叫谁呀？我叫你呀！啊、我是谁呀？你是俺的爹呀！你心里痛快吗？我痛快不了，我怎么了？我怎么叫爹我还痛快呀？我这不是为了占你便宜，这是学术探讨啊！这有什么可探讨的呀？这个，这马上就到你耽误事，出来！我这嘴也欠，我这问这干嘛呢？爹呀！啊，你出来呀！我叫你呀、啊！我是谁呀、啊？你是俺的爹呀、啊！来个！哎呀，你还小点是怎么着呀？哪家儿子？爹呀、啊！你叫谁呀、啊？我叫你呀、啊！我是谁呀、啊？你是俺的这个爹呀、啊！你叫我你痛快不？我痛快痛快啊！痛快痛快痛快！这我痛快呀、啊！你美不？我美不了，我又得重来。说清楚了啊，老这么一回一回的。爹呀，啊，你出来呀？你叫谁呀？我叫你呀。我是谁呀？你是俺的爹呀。来呀，这好嘛？什么模样这？来点试试啊！爹，你叫谁呀？我叫你呀。我是谁呀？你是俺的爹呀。你叫我你痛快不？我痛快老了我。你叫我你美不？我说美美啊，美说美。我美死了。你叫我什么事啊？我揍你啊我。你看废话，你知道我叫你什么事儿？知道不知道啊？你得问呢，我哪知道你叫我什么事啊？我演的是这人物，我知你喊我干嘛呀？你不得问吗？啊，那跟这树上怎么有羊？你得问我，都到节骨眼你自己耽误自己，我告诉你。呵，这不是怨我吗？这不是你？哎，你说这，
俺的爹呀！啊，你出来吧！你叫谁呀？我叫你呀！俺是谁呀？你是俺的爹呀！我还来了，好嘛！我说您那雪橇搁门口了是吧？哎，斯基摩那边过来的，好嘛！哎，你叫我呀、啊？我叫你呀、啊？你叫我，你痛快不、我痛快接了。你没不？没呀、啊。你叫我什么事啊？哎，你爹呀、啊！哎，我就问那个羊怎么会在树上啊？因为那个事啊。对呀、啊，你听着吧。闲来没事我瞎了难想。我错了，不是。回来吧，回来。没错，你说话，你唱什么呀？废话呀，你得配合呀。闲来没事我瞎了难想，你有锣鼓家伙，躺个灵床一个灵床。你这说实在的，但凡有帽子，我还回去一趟，你知道吗？别去了，别去了，算了吧。还有吗？算了，没有了啊啊！你配合呀，配合我，怎么意思？躺个灵床一个灵床。躺着灵堂一个灵堂啊，行不行？哎，行，咱们找别人啊。对，没关系，可以。啊，你听着吧，闲来没事我瞎了难想，躺着灵堂一个灵堂，书包篮里长成了行。躺着灵堂一个灵堂，桃红柳绿多么好看。躺着灵堂一个灵堂，树上落着一只羊。躺着灵堂一个灵堂，若问这个山羊怎么把树上？躺着灵堂一个灵堂，错了。应该是打打滴打打，这我怎么猜呀、啊？你这个，他说清楚了，我这个，谁知道到这儿他变了？你这，这科学家太贫了，这唱的什么玩意儿？这是，还得爹呀，你出来呀？啊，你叫谁呀？我叫你呀。你是俺的爹呀！我来了，好嘛！我爸爸改义和团的了，这不怨我呀，他们又给预备的。行了，你叫我什么事啊？我问你，这羊怎么会在树上呢？你也听着吧，爸。闲来没事我瞎了难想，床的灵床一个灵床，树木浪林上成了行。床的灵床一个灵床，桃红柳绿是多么好看。床的灵床一个灵床，树上落着一只羊。若问这个山羊怎么把树上？打打滴打打。哎，对。你是问那个羊怎么上的树啊？对呀。你是他家傻小子，怎么回事呢？那是我抱上去的。去你！